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一起看圣经，好好看约翰福音第五章。我们看到耶稣来到一个地方叫做毕士大池，而他看到旁边有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。耶稣说，你要医治吗？他说，没有人帮我，我要下去的时候有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说，拿你的褥子起来行走吧。但这一日却是安息日，于是法利赛人就指责，怎么可以犯安息日？我们看见人固守律法，而没有看到耶稣的心要医治人，而这38年病人恩将仇报，去密报法利赛人是耶稣医治了他，而他后来遭遇就更惨了。而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，圣经正向我们见证耶稣，耶稣的神迹，耶稣所赐下来的圣经，让我们可以认识神。你我是否谦卑来认识他，放下自己过去的生活来亲近神呢？我们来祷告，呼求主帮助我们。主啊，你一句话一定可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远离我们过去的生活，离开罪恶，认识真理，信靠耶稣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